내 기대 너 좋아하는 내 저기 꼬집 피자 마법의 속이야 남자가 막는 용사라 남자가 없어 고소 시원한 말소라 대신 우리 나는 이래 신수가 신이야 내 고사 아버지 아니 신호사 아니 你说就是，你是个开酒笑哟。我开酒笑，我开酒，我是开笑。你讲一下嘛，今日你个陪我姐姐的，你个讲一个是伊个陪我姐姐的。哎，你是哪会乱讲啊？我哪有可能跟身上么囡仔啦？让他跑啊！你讲讲，你讲伊个老婆发生你哪关系？ 我跟你讲，我袂生你老家人囡仔啦，今仔我跟阎王讲，是你这个阿公，你讲囡仔老爸，是你，是你啊！你本来就是可怜的小朋友啦，你去死啊！ 安卓，你不会讲啊？对啊，听我解释啊，我承认，俺不就一个啊，那个是因为你叫声音啊！这边警察高南路，我怕我的事。啊！就这样，博文被打得全身是伤，抱头鼠窜，好不容易挣脱开立德的拳头，也不管此处是人烟罕至的荒郊野地。 飞快地逃离现场，留下立德一个人在黑暗中对着空气叫嚣。阿拉姊嘛，你敢知道段永基的迄个真实是？知啊，伊让人感觉就是真老实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好后先生啊。什么老实啦？伊老公查某呢？啊，小可伊就是某啊。不过人讲，伊有一句话你讲什么？先生外遇吼，太太总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啦。啊，够有影啊！这种代志你是唔通我白讲乱讲呢？ 当然嘛有影，我甲你讲，我跟你讲。穆小姐，你拄则是不是讲我伫外口有查某？你是不是看到啥？你紧甲我讲啦，哈，紧甲我讲。无啦，我毋是咧讲恁阿公无啦。哎呀，你听唔到啦，啊，有怪在你主管呢，你莫袂想呢。嘿啦，嘿啦。 大姐，大姐，大姐的啦！我明明吼，你听我顶口的话，唔错错，我拜托你，你了搞讲，拜托你啦，你了搞讲。禁不住素琴的一再纠缠，黄小姐终于将她所看到的一切告诉素琴。原来黄小姐有晚上散步的习惯，而最近这两个礼拜以来呢，她几乎每隔两三天就看见博文跟一个头发卷长、打扮妖娇。 浑身散发着浓浓香水味的美丽女人，在住家后面的公园里幽会。有几次，她还看见博文跟那个女人拥抱着，两人一副很甜蜜的样子。我不会跟你加班。 这下子素琴再单纯、再相信自己的丈夫，也不得不承认博文是真的有外遇了。素琴感觉自己一颗心沉甸甸的往无底深渊里掉，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等博文回来，向他要一个亲口的答案。 做起嘛，那么开会啦。博文，你伫外口是不是有别的查某？我。你去讲啊！你是要讲话是？你是要讲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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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
是不是在外口？这是有别的查某。是啦，既然拢知影，我坦白甲伊讲，我外口确实有十个查某。所以，我要甲伊离婚。离婚？你要跟我离婚？是啊，所以，咱离婚好无？你为什么要来虐待我？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怎么？你再敢来虐待我，我恨你！杨平，你不是讲明仔日要搬来？你就是跟这个查某做伙，一个囡仔，伊个囡仔，你今日跟我一个查某做伙啊？素琴，这个囡仔是阮囝。大白妆嘞，无几间房间尔嘛。而且你装潢哦，啊看起来嘛是无外好。你就是林素琴吧？看到咱是一个真卡手，你敢在那创啥？唔是三个人死出去啊！你，这是我的厝啦！你凭啥物要叫我死出去啊？杨琼啊，你莫安尼啦，我未甲伊讲清楚啦。怎啊破门啊？你爱知影哦，我已经等你两礼拜外呢。代志先甲走来解决啦，啊！你是讲你拖啥？你唔叫我这家出来走，我豁出去哦！是啊，我是家出来走，破门。你。我安怎？讲话从啥吞吞吐吐，怣查某？你骂我，我，你这个查某人，想甲包养家庭，到底是啥？哦，原来你是想要问这哦，我知影啦。安尼我就甲你讲，你想要听清楚我即摆所讲，在破门遐个时代，你的进前，我就已经甲伊有关系啊啦。正常，你给我过来。伊就是你的亲生老爸啦，知影无？所以林素琴，你这吼，阮才是一家伙啊啦，你有清楚无？素琴啊！素琴实在不敢相信，博文竟然会爱上眼前这样一个浓妆艳抹、嚣张跋扈的女人，甚至和她有了一个这么大的小孩。她感到无法形容的愤怒与不甘心，觉得自己好像在做一场可怕的噩梦。可是艳荣竟然还不放过她。哎，哭嘛是无路用的啦！你还阁袂见小弟在创啥啦？博文啊，早就已经把厝的锁匙交我啦。你还阁无明白，伊要跟你离婚的决心吗？你放我出去啦！阿文，你真是，你真是要我出去？素琴啊，我失礼啦。你，等下，你上好是把你的物件做收收提走。伊若无吼，我就把你的物件全部扔掉啦。因为以后我是袂阁再有机会，哦，你带你来一间厝一卡步。啊，若你甲破文的离婚协议书吼，我会帮恁两个约时间地点去签签的啦。对啦，你莫少想讲，趁啊未签离婚协议书的这段时间去报警，除非破文的监督带伊的囡仔去四界流浪，还阁有啦。我已经问过律师啊，我是袂有损失的。
只要我有正常吼，我会当要求补偿赡养费啦。到时阵，你若把这件判处袂掉吼，讲家都无够付我钱啦。我袂走，这件事是我的，我绝对袂走。这件事是我自己故意，大大阿天辛辛苦苦买落来，我绝对袂走的。阿哥，这是我甲凤文的事，我袂听吼，我袂让你提醒我袂老母啦。你，就请你开口，我也袂走。我也袂甲凤文离婚，你若是不愿意，你就报警察叫他走啊，就叫他走吼。都怪你啦，这帮人的查某人。我问你啊，迄个查某若是讲唔走，又搁要控我的房间，你是要叫我养空走啦？好啦好啦，严明，你莫生气啦，我会甲你讲清楚的啦。无安尼啦，你啊经常哦，暗时困间客房啦，好不好？你好啦，但是我会警告哦，伊明仔载卡准若讲唔走，我就来帮你做。哼。看啥啦？慢吞吞你看啥？行啦！林少奇，你出来！要不你出来死人啊！你死人啊！欸，你是跟我生什么意思啊？我叫你睡是暗的，你才敢想我这条啊！而且哦，现在天已经光了啦，你也差不多死死出去了啦！对。我跟你讲，你想是讲我会走，我会跟你离婚啦。你讲啥？这些无路用的卡啥？眼前查某人又讲袂出去，这些啥无路用？你是哪个无啊？你是要把我气死啊？查某人，你莫想啥，你头先就想讲啊，好无？啥？我唔管啦，你是嘛？你是要死给妈，偷偷把我死出去啊？对。哇，严明啊，拜托啦，你骨小吞忍一下，好无？我淡薄时间。我一定把事情处理好，好不好？拜托啊！淡薄仔时间，还是偌久啦？我一个月好不好？一个月？你讲的这是，你哪这么无路用啊？我，等你吧，等你吧，就好不好？拜托我家己啦，拜托啦！你保证时间能够，伊就袂阁出现在我面头前，而且连离婚手续拢办好啊！好啦，好啦。陈伯文，你好，我答应你啦。杨哥，我买单，只剩两礼拜时间了。而且，我要跟你道歉。是啊，我。好紧啦，啊，既然杨哥安尼讲吼，你有几天就房间吼，让我伊困好啦。啊，哎呦。你竟然，你竟然在偷人！你走开！我今天叫人把